家咖啡因店已经在忙着要搬迁，门口的桌椅胡乱叠叠，行人避让着走远，再不见那个喜欢微笑的礼貌店员，一切在有序的改变，里面的一些舒适场合又换了新消遣。你在我耳边说过的话，我还是依然记得那天，有你在怀里说着永远，看你笑得那么甜，我没有想过危机誓言就要搁浅，还有那么多的